姑娘，咋的？到这就行了？谢谢啊。记得微信转我啊。奇怪，难道是……喂！啊！你在这儿干嘛呢？现在是上课时间，你不在学校跑这儿来干嘛？你要是不想让我告发你，你赶紧回去。 那个女生呢？是不是在里面？哎，人呢？找着了吗？啊？所以你辗转各种交通工具，不辞辛苦的跟我跑到这儿，你就为了确认这个？ 我是作为你的同学，给你友好而善良的忠告，你忘了？之前你教育我的时候，那副义正言辞的样子，怎么，到自己身上就搞双标啊？为了儿女情长，影响自己的学业，影响你争取分局名额，这对吗？嗯？哎，那咋多了一个人呢？ 那个小黑屋，你经常去吗？是啊，以前重启现场照片的时候，偶然之间发现的，觉得很安静，就坐下来了。笑什么呀？笑？哦，现在还有人用这种这么过时的胶卷啊？是啊。 数据容易被抹去，但是胶卷的话，底片会一直留在那里，让人觉得很安心。我脸上有什么东西吗？没有没有，我就是想看看你这么奇怪的人会长成什么样子。是啊，我是很奇怪，所以也没有必要跟别人相处。 要不咱俩凑合凑合过算了。凑合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凑合凑合当朋友啊，这样的话别人问起来，你也不会说连朋友都没有，怪可怜的。算了，你不愿意当就算了，反正我也不想当朋友。 笑的，当朋友挺好的。我不需要。为什么不需要？还是说你想当什么其他别的？你想多了，我不想当什么其他别的。觉得很多事情都是负担。还有啊，你以后不要跟着我。啊？你说什么？你听到了，我不重复。